等一下，欣欣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说啥？你要去干嘛呀？我考大学就是在这个许愿屋里面许的愿。你说过吗？但其实那个许愿屋的神仙就是刘奶奶。真的？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。 我这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不敢趟，考上大学赶上扩招，就一文不值，自己创业又赔得一分不剩，想回来孝敬母亲，母亲又意外去世，所以这一次我不想再错过。从今天开始往后的日子里，我希望能让你感受到幸福和快乐。欣欣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你是愿意是不愿意啊？握什么手？ 上次拒绝你，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上大学之前不想谈恋爱。上大学之前，那上大学之后呢？如果我们能考得同一个大学的话，或者我们能考得同一个城市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真的？ 能考上，我一定能考上，真能考上，我会努力加油的。加油，我一定会加油的。傻呀！那你要好好学习啊。
喂，是子路吗？您是？我是你刘叔，刘奶奶的儿子。啊，刘叔叔好。是这样子的，我妈妈在古宅留了一些菠萝罐头，是她和苏俏一起做的，你回去看一下。想给你讲，苏俏的菠萝罐头是做给谁的？可是苏俏这孩子威胁我，不让我讲，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偷偷告诉你。木木最喜欢菠萝罐头了。木木走了之后哈，苏俏每年都会做，等他回来吃。苏俏，什么？木木最喜欢吃菠萝了。我的菠萝都坏了，妈妈拿了就吃不到了。女孩子哭了就不好看喽。你看哦，我们把这个菠萝做成菠萝罐头，什么时候想吃都可以哦。那你快教我做菠萝罐头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急，不急啊，不许哭了哦。子路啊，现在你知道苏俏的秘密了，我只告诉你和隔壁的王姨，现在你也听刘奶奶的话，去许愿屋看看。刘奶奶给我留了这个，她还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让我来这儿。希望小苏俏和小木木别吵架。是刘奶奶写的，就是说，她之前来许愿屋许愿，就是刘奶奶变成神仙来鼓励她。现在刘奶奶也在祝福我们，可是她不在了，她再也不会出现在小卖部跟我讨价还价了。他再也不能看到我们开开心心长大了。林子路，刘奶奶她真的走了。刘奶奶虽然已经走了，但她一定会以她的方式继续陪着我们的。我已经知道你每年做的菠萝罐头是留给我的了，谢谢你一直给木木留了一个位置。苏乔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哪个位置？
刘奶奶已经去世一个月了，大家依旧很悲痛，却也怀揣着这份思念，让生活逐渐的恢复正轨。最近福瓜村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就是小舅和表姑拍了婚纱照。好，二位小开，对，两个人搂一搂。这本来是件喜事，可我却有点苦恼。我是叫他们俩表姑表姑父，还是小舅小舅妈呢？第二件大事，是我见到了叉烧的妹妹安娜，安娜也是王良家买来的，希望她能尽快的适应福瓜村的生活，有朝一日也能长成一只和叉烧一样的美味小猪。另外，我的好朋友房良和关金金，原本应该是开学前最紧张的两个人，他们俩一个为高考认真的复习着，另一个则为考取同一所大学的体育特招生做训练准备。但我个人觉得，目前他们俩的升学路上最大的障碍，应该是他们俩老凑在一起这件事。不过以上的记录都不重要，最近发生的一件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事，是我终于确定了胡萝卜是分公母的。胡萝卜真是一个神奇的生物。天哪，我工作呢。哎，干嘛？让你给我别走动。爸，哎，林子路，你爸的车就在后面，我们干嘛还要这么辛辛苦苦走回去？我不想坐他的车。你不想坐？我还没坐过这么好的车。有什么好坐的？哎，等等我呀！林子路，林叔叔，开个路车肯定累坏了吧？这样，您先坐，我去给您沏壶好茶。哎，好，行，我帮您拿。吵到你啦？没有，我刚做完。对了，你爸说这次来是来接你回去的。我不会跟他回去的。既然如此，你就要懂事点，好好跟叔叔沟通。没这个必要吧？哎呦，家长都是需要沟通的。我小舅之前管不住我的时候也可暴躁呢，你看现在服服帖帖的。信我的准没错，今天晚上把你的床让给你爸睡。不可能。那就只好委屈委屈我，让你爸睡我屋，我睡仓库喽。哎，行吧行吧，我睡仓库。那行，哎呀，快吃饭吧，都饿死了。老裴啊，这段时间啊，子路多亏了你的照顾啊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哎呀。咱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到大，你这样说就见外了。现在呢，咱们福瓜村和以前不一样了。这次子路回来呢，感受也比较深，他跟你爸爸好好讲一讲。还用他讲？我就没见他这么高兴过。刚才在地里头啊，你看他戴个破草帽，脸抹得像个鬼似的。还呲个牙在那傻笑，
孩子，这不是放暑假吗？哎，大飞，你也念过大学，你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竞争有多激烈吗？城里的孩子谁放暑假呀？他如果再不回去念书，将来考不上大学，这辈子就完了。他呀，就应该像我当年一样，为了多卖人一点茶叶，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。哎，得吃苦。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了。嗯，我和你不一样。既然你来了，我就把话说清楚，我不和你回城里，我的事你也少管。我不管谁管，你说你不回去念书，你想干嘛啊？天天摆弄你的破耳机和电脑啊？我喜欢的是音乐，在这利于我的创作。我看你是想一出是一出。当年你要进娱乐圈，我费了多大的劲才把你送进去，结果你混成什么样了啊？哦，你现在又说你喜欢音乐了，你又说这个村子有利于你创作的，你什么时候醒一醒啊？做一个学生该做的事情。我正在做我该做的事情。我看你是在浪费你自己的生命。浪费吗？你这个混吃等死的废物！你怎么能说林子龙是废物？我是说，他哪像废物了？你看眼睛，看鼻子，看嘴，挺好的。他废物啊，废物是个爱称。你外婆以前就叫我小废物，小废物，我是废物吗？废物是爱称，我长这样都不是废物，子路怎么可能是，对不对？来，咱们两个小废物喝一杯。坐坐坐，老哥。尝一尝咱们自己家的老母鸡下的蛋，做的藕阿煎，真的不一样。还生气呢？哪有爸爸说自己儿子是废物呢？而且你长得又高又帅，又会编曲、唱歌、演戏，成就好，他凭什么说你是废物？但我爸说，我都说了十几年了，我都习惯了，别生气了。什么？说了你十几年？不行，我要跟他说清楚。哎，你别去。请进。哎，苏乔。哈，小苏啊。林叔叔好。我知道你是要来跟我道歉的，没事，知错能改啊，我不会跟一个小孩生气的。我不是。林子路来我家第一个月，吃住生活费1600元。水电网费我还没算呢，不仅如此，他比我要账弄湿我账本，还害我白贴了1000多块钱。那你是来管我要钱的呀？虽然林子路刚来的时候脾气臭又爱矫情，但很快其实我们都发现他是一个细心善良的人，而且他很会赚钱。他跟我们一起看店，早晚还去送货，怎么算也得有1000块钱，他还会割海蛎子，赚了200块钱，帮我给小舅买车砍价，让我省了4000块钱呢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很聪明，不像我一样不爱学习。为了帮我复习考试，他经常熬夜给我补习。不
席的话，一晚上怎么也得算200。而且他还不光对我好，他家刘奶奶唱歌赚了30块钱，教关云跳舞挣了50，给房梁家的鹅拍广告挣了150呢。所以村里的邻居都夸他很能干。小苏啊，你啊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想说，他不仅付了我房租，还让我欠了他800块钱，所以林子路绝对不是废物，他至少是800。哎，没想到这小子还有这么一面啊。哎，你这账本能不能给我看看呀？既然是林叔叔想看，那我就给您看看。不错呀，账记得不错，收支一目了然。哎，还有啊，我看你沏茶做饭啊，干活挺麻利的，而且人年纪不大，但有主见，敢想敢说的，这点啊，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。是吗？嗯，真有眼光。那既然您说我敢想敢说，那我还想再说一点。行啊，那要不你坐下说吧。坐下说。啊。林叔叔，我其实想说，林子路真的很喜欢音乐，他没有在这混日子。您不知道，他都已经收集100个小时的音乐素材了。他做的白噪音在网上可火了，还有很多人给他留言说，特别适合失眠的时候听，还很适合练瑜伽呢。哎，你等等，这个白噪音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从物理和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，我也不太懂。总之就是一种氛围音乐。氛围音乐。他可厉害了，他还在网上发自己的一些实验音乐，还有人给他留言说要商务合作呢。这音乐还分实验不实验的呀？对啊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，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林子路他真的不是废物，他有自己喜欢做而且擅长做的事情，他有很多闪光点是您没有发现的。您是他的父亲，我是他的朋友，我们都是他最最信任的人，所以我们也应该最最支持他，对不对？这么说，您同意跟他好好聊聊啦？比我那小就开窍多了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休息了，先走了。晚安。人呢？用你根笔芯你也记上去啊？那当然了，亲兄弟明算账。兄弟？给我，还我！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谢谢小姐替我出头。哎，没想到啊，福瓜村比起我小时候啊，变化这么大。
昨晚啊，爸睡不着，有点失眠。后来呢，听了你的那个什么助眠的音乐，哎，还真管用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你听了我的音乐？是啊，挺不错的。子洛啊，爸昨晚睡不着的时候想了很多，我觉得我应该支持你的梦想。只是回去念书跟你现在做的事情并不矛盾，爸的意思是在能把握机会的时候能让自己的未来多一些选择，别把路走窄了。走啊。子洛，我已经帮你联系好的艺考培训，吃完了我们收拾收拾去见老师去。哇，林叔叔您这速度也太快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。嗯，我不去艺考，在这边做音乐挺好的。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咸菜好好吃啊，林哥，你得吃啊！咸菜配肉简直就是一绝啊！前两天赵乔跟我探讨一件事情哦，你看我们现在小卖部被拆掉了，你说我们做什么生意比较好呢？林子洛，你别送货了，去学音乐吧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因为我知道你收集声音的辛苦和制作音乐的用心，虽然我不是专业的，也说不来什么好和不好，但我听你的音乐真的觉得很好听，很治愈。你好好想想吧。小林，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，应该让更多人听到你的音乐，知道你的名字。我看好你。苏笑，急匆匆就走掉了，我也走了，走了。林子路同学从我家搬走了。